感觉有活干了。难缠不怕，不怕难缠。是软件的节奏。这么凶狠，广了彩。打过很多个，只能补齐。对，我这步棋我很少见走马七进六，一般都是走别的。马七进六，哎，补象，准备车八平七，也是红方稍好。哎呀，这步棋比较关键，他要车八平七换，八八进三，逼他定位，他没有马四进三的棋，没有马四进三的棋，不是啊，车八平七把车换了，差呀。八八平四进三的马四进三，再马三进一，挺猛。那走，补一个吧。可能不行，待会儿是再对一个车。车八平七，我就换车，再换车。这好像苦一点。不换也不行，不换他要车二进六。苦点就苦点，将军，顶住！物质上起码不落后。这个残棋，因为两个车都对了。他站位好呢，也很难形成这个致命的杀势。中兵没了，干边兵呗。他一个兵是不足以赢棋的，而且他要吃我中兵，他要换子，对吧？他这两匹马不可能永远控我两匹马，然后还白吃中兵。他如果白多一中兵，肯定我就危险。哎呀，残疾功力也没有什么深厚的，跟这个软件比没有什么深厚的，但是能顶一顶。挺靠要杀我，那我也只能打。吃。
随便你杀吧，我们就来一个龟壳阵。炮四平七着，再打也得了。压马能给我压死啊？以不变应万变啊！炮一平三，我也想了一下，怎么着这就能赢了吗？炮九平六，他炮四平七。确实有些公式，这个象棋软件叫什么？不知道，叫几分钟弈啊？好久推二，要防他马四进六，炮九平六，他炮四平七顺势啊，就解脱了。回吧，马四进六，马四进二，东一下西一下，炮九平八，马四进五，八进六，他马五退四。平炮将一军，也不是稳当，他补一个马八进六，马五进三，可以讲一下。我现在最多前五水平，将军，行啊，前五也行啊。马五进七五打的吗？菜，兵五平四吗？确实比较难啊。哎呀，才认为快棋不计等级分，马七进六。打士，还能打士呢？打士人家马跑了怎么办？操！还有漏，输了。好久不直播，那个群都找不着了。哪儿呢？二，这个应该是连线吧，这个太呆了。
不行了，下回他吃不了马的平炮，我还能马缰呢。他走这步是对的，是吧？停两步吧，让他发挥完。而且三，下一步炮五平四。对，将军，真行，一步也不落。下一步炮四退一没解了，马三进四，他炮四退一也没用。交，流星雨，像这些胜率过50的都有嫌疑。哎呀，我60多怎么不说？你这个屁话说的，有几个我呀？但是梅西一个赛季进90个球，那怎么不每个球员都一个赛季进90个球？C 罗也不行啊，都进90个球，那就成他妈篮球了，那就不是足球。你这招没怎么见过，怎么个马六进四？一般是先走一步兵一进一啊。不能转，这不踩线吗？一般正常是走车三平四，只能车三平四。兵三进一，他马四进六登。他那个赛后评分有一个 Who Score 嘛，他有一个那个评分，但是那个评分我看有的文章说，梅西总是打10分啊，什么一球两助啊，或者什么的，说那个评分不是很科学，就是对梅西的评分是有些虚高的。
补一个吧，打中兵吧，他呀，进局抓打中兵，狙一平四。我就想知道梅西在跟拜仁那场8-2，他打几分？将军，是啊，这个我估计也很有很大机会啊。2-8那场七分，马二进三，马二进四，马二进三他退炮，一平四他就。狙一平四，他有没有可能直接马自尼三蹬进来？有可能。他想能不能马三进五？先蹬一下再说。马二进四，他炮五退二，他下一步要狙九平六。是。啊？马二进三，他的什么？马四进六。哦，这么牛啊！那我咋整？马二进四，或者炮二平四。五平三，加入有灯像，灯像在点狙，平炮打狙，他马四进六，打狙他是车九平六了，也不对呀。二平四，他没有灯象棋，有点晕呢。妈呀，完蛋！又要被征服了。这倒真不是，吃，够不够？8-7，车四平三，下士我应该不行吧？下士一将一分边，我应该就没了。将一分边，感觉什么呀？红胖。还能顶顶，车四平三就炮七平八呗。有鱼儿，抓这个，你送个卒给他。出车太慢了，感觉。还怎么地？怎么地？马三进四，
肥胖。吃。这比彭程胃难多了，呵呵。没跟你说吗？就跟这个比，那彭程胃就像去逛街的，马八进九呢。八进七，随便吧。将军，再聚二进七，全是聚四平五，他聚二平，他聚四平三。没治。下步。确实猛啊！这都是稳稳的，就他妈的被封号的。全是以身试法呀！吴红又是谁？这实名认证有什么用？这实名认证等于没看见，我就看不懂。注册单位，今年还没注册呢，注册还早，现在还没有通知。彭程背个 B 个圆，对，觉得水平啊什么，包括奖金可能 B 个圆高一些，水平确实差不多吧。马六进七，他出车吗？马六进七，他炮一退一，抬车他就车一平二吧。滚出，踩掉。你下个低段位的，下个低段位的，看看差距。就是下个低段位的，你就还没看清呢，这盘棋已经结束了。这棋走的看着没那么厉害，炮八进三，这必须得怼。这也不一定马上就要踩象，但是同意同意。
不想欺负你。这个从目前这几步来看，不太像软件。组一进一，炮一进一，这两步明显效率不高啊。宰相打相，好像都稍早了一点。打象，我感觉他要15进6，不能搞，不能乱搞。正常是炮六平七，炮六平七好像味道不大。看象，宰相干完象再冲兵过河，也能走，倒是。对，不干象那个棋好像就没味道。吃。炮六平七他换了打了他的马进七，好像也不一定有什么优势。把两个象一干，再过兵，吃。有个战。将军，吃。炮六进五，抡进去，他马三退一。炮六平七呢？炮六平七还可以。炮六进五，马三退一没什么用。冲兵，他打了，你抓炮人进去保住了。正常是炮六平七。哦，还有炮八进五。那他现在也可以走炮八进五，这什么棋？弃子啊，准备把棋推六。我操，这个也有嫌疑啊！人一般不会往这个方向想。稳进前二，吹牛逼了。这个就是说，争取，一般是争取进前那也两步，车六平四和打马。输了倒也不至于。兵七进一也还行，但人的感觉还是走车六平四。对，赵子宇和孟晨，我看他俩在争论这个线招的问题，然后我就不知道他们都说什么，打起来了吗？吵起来了吗？
其实没什么好吵的吧。吃。挡了再退去抓。御四退五，其实好像我印象里就专业的和专业的没有打架，没出现过啊。业余的我就不知道了。一般最多就是吵吵几句啊，一言不合就背诗也没用啊。在直播的时候背背诗还可以，真在现场给人背诗，那直接，对吧？一个什么掌过去，那话都说不出来。还有马七进八扑我吧，9-6，他也可能车八进八，棋挺多的。车7-2这步棋就挺有水平。那也得9-6。哎呦我操！这步棋肯定有猫腻啊！怎么点这儿来了？我操！这不像人下的棋。这步棋就暴露了。车八平六对车。这肯定软件，这不用装了，这都已经给它审出来了。马七进八，这么野的吗？我不能补士啊。2-6也挺厉害，在车7，我操，看不出来这步。我都没太明白啥意思。现在我还是危险。你这走什么都没用。哎呀，补个象吧。吃。
吃。吃。平炮他退居。没什么用。大我一个大子算什么呀？是再会儿他赢我。这要完蛋了。靠近一，他马七退六没用。好，我明白。走吧。怎么都是他赢？哎。下底炮，好吧，炮三平七了，车八进七，没用。交了没？怎么的？今天这个对手很强啊，相当强劲啊。一会儿一个，一会儿一个。就是他，不能输他两盘，这局真就和。嗯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下到一半就被强制退出了，看我们这个管理什么时候能到家。吃，背个谱啊！吃。
对手开局看起来一般，还怎么着？都是普招，还怎么一般啊？吃。吃。西班牙人我知道，怎么了？3-1，这步棋好像少见，一般是走马七退五吧。这步少见。套三进一呢？又要输，现在我还没看出来啊，怎么就要输了？鹰击长空，今天要下象棋。马三进五，准备马五进三。炮五进一会不会？唉，10年个人赛是吗？我跟周涛下了吗？不能恐吗？那应该就是比赛间歇了，比赛间歇下课期下着玩来。这棋要好。吃。欧陆酋长打不到啊，我也不想打酋长，酋长太累了。吃，最多一次打到10000发展度就不想打。马五进三，炮五零七，估计要马七退五吧。炮五平七，它也没什么便宜可言的，
晚期退伍我就奔着河西去的。踩了在马八进七就吃。活了。华东一剑，我有点印象，是谁呀？吃。骏马彩龙组。这个稳稳的软件，但他这盘棋他赢不到。对面没说话，都是别人在说。我也没想赢，下一步炮三平五，吃。把马再一换就将军。和了。吃。吃。吃。这棋还要赢我呀？打死兵了吗？啊，没打死，下卒。黑线他平中炮尖，下卒。所以不要搞这些名堂，就平兵吧，让他杀。你就和棋，你是刚才已经举报过了。你问我软件叫什么？我哪记得过来啊？哦，下一盘吧，下一盘是下要下象棋是吧？下一盘，因为评测就上来赢了一盘那个9-3。吃，鸭子。这样走行不行？跳吗？这些蹦账，那不带响的吗？
我操，什么招？招法挺野啊，这野的我都看不懂。吃，那我也只能吃了。我操！感觉我悬了呢。打象下几车吧，那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将军，学学。将军，他的意思，我如果车二平六，他走车二进六。我就下底车，我看他怎么干。操，车二进九，去，什么招儿？这都是想象不了。大事啊！他待会儿有个炮五平二，快手象棋玛利亚。直播的，我操！但我没有快手，咋整？服了，我也不能再下载一个快手。将军，车三进四行不行？车三平，我是想走炮六退八和车三进四，象三进我走不出来。车三进五有用吗？退马，走。是，我也感觉应该走炮六退二。那他为什么会放水呢？入侵意义不大呀，只能炮六退八了。
炮六平四，操！关键这小不小又没有用啊！我这人把握不好这种棋的，打边边。吃。不挂了，我一说他三炮，他不说话了。马一进三，快手也有象棋主播啊，看来这个象棋还是很火。气退了，张路。想干嘛呀？车九平四，我车三平四，他待会儿有没有车九平四的棋？车三平四，他车九平四，我炮九进三，这怎么回事？乱七八糟的这棋。退车，他车九平四，先退车嘛，退几？退四还是退几？反正就是人的感觉了。嗯，不能下底炮吗？啊，下底炮他马五进七，现在是不是只能马七进六了？现在砍炮看着挺吓人的。出将吃炮，知士跳马，车二退二，下底炮不行，下底炮他马五进七了，一个马七进六，马七进六他走，马五进七啊。打边边是不是给我剁死了？狙砍炮给我剁死了！不是他们这些山炮子，真的他都不知道自己这棋下的有多好，还跟那儿咋咋呼呼的呢。他觉得神一杠一是就是个人，就只要会点鼠标就能下到神一杠退车看退哪儿，退二一般是第一反应。退二他马三退四将，退七也是一个思路。退二他马三退四就退二。带货比我厉害怎么了？我们现在在比带货吗？哎，好，都处理了。哎，发一个，
让他验一验，给他验验将军。尸。4 5 4，让你好好带货去。顶炮他居然退二出将了，我想他居然退一，哟，怎么样？棋下怎么样？哟，这咋整啊？检测到违规行为了。人气也得上一上，把没来咱这个大喜花院的哥哥们，咱们直播间看一下，我给大家发一个红包，给哥们发一个红包。怎么还是个女生啊？给你们发个大的，发一个大的。谢谢关注的家人啊！你们那个刚才那个想要这个中堂的哥哥，我已经设法给你下了。你们不想要的话，你就抓紧中堂就可以了。错过今天不再赢了。你那个。哦，女的带货，男的下棋，哦，这配合的，他玩的挺花呀，现在这赚点钱，他都这个花样百出啊。我说怎么感觉丝毫不受影响呢？原来是两个人。我操，忘了，下一盘，下一盘。刚才那斗的太带劲儿了啊！吃。下一盘先缓缓啊，停一停。挺三兵，号很多那没办法，对吧？也不可能把他所有号都给封。为生活不容易，是为生活是不容易，但你在这坑蒙拐骗就。还问我服不服？那擦的！这也不是走的还行。二六推二，我也不知道他另一个号是什么，你得让我下次碰上。对方这个棋走的还行，前面觉得他走的挺臭的，现在还得慢慢下，去八进四，我有没有稍好一点，也不好说。
谁是被捕王子啊？感觉也没什么优势呢。马三进四。吃。长短平齐。哎呀，下的不错呀。虎牙被捕王子，开局必胜，先手必胜开局。行，有机会会会他，我看他怎么先手必胜。他下的好啊，卒三进一，你准备炮三进一打我？对，刚才马七退九走的不好。他这个山寨软件还行，这棋。是我刚才应该马刺退三的，炮六平七对算。我操！不加思索。这招好棋吗？跟我装什么大尾巴狼？这招不还行吗？吃，你这个水平不需要回棋。那么我也觉得这招挺好。果然，更好的来了，三进五。只能抓炮，炮九退一有没有？先期后续，那应该差不多。下的这么好。打过去再扛我马，不行。差一点，能不能和呀？关键和棋还是希望是有。唉，一招不慎，满盘皆输啊！屁话真的。让你继续跟那装逼，吃。大意失荆州啊！吃。用五进一什么意思？不把马吃了吗？吃。对面视角啊，刚才。带货的一直在说话，下棋的好像没说话吧？你不能装逼了，没有机会了，先回棋社。找个桌吧，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突然就跑了呢？他怎么突然就跑了？哎，在哪儿呢？啊，这儿呢。来吧，飞象局。对，刚才给他发的时候说在路上，现在已经到家了。到家了，我们就可以实时监控。
您带货就带货，你下什么棋？我也不是很明白。他下棋还有人看啊？他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呀。一直说优不优啊？那肯定优啊！现在是跟人下，我现在可以想一想。净化网络空气，净化空气还是蛮难的，嗯。一点一点进化了。居然进一室也不起，这个样子居然是87年，你这个情报工作做得好啊！啊，你这个信息是从哪得来的？我想知道一下来源。下棋伤人是，嗯，这招棋走的还挺有章法，七伤拳嘛，伤敌先伤己。郭宝华棋下的不错，没什么便宜呀。哎，想这棋是挺焦灼的。吃。
那亏点气。不是很好走射不进炮，还真没想。是红的好，将军。将军，吃。西头摆残局，好，你去吧，5分账可以。
这步走的差一点，应该走炮五退一。炮五退一应该还是红的好一些。这样就没便宜了。还好一点。吃，还是亏一点。吃好了。像是，像，本来想走马七退八还是退九？将军，吃，吃，我真的是。豹子平三只能飞边将，没办法，飞中将刚亏呀。真得飞中将。吃，吃，吃，苦不苦也只有这么走了。
陶立信武应该是玩和棋。陶立信武的吃相。谁要输？他要输，我要输。感觉我肯定输不了，破象多兵几马炮，关键他车炮被拉住了，三进二。感觉我形势还不错呢。哎呀，也不好演。哎呀，没什么机将会。军，
不去。算回向，向那河了。吃，吃，将军。和谐。